有一个探险者在蛮荒的丛林中遇到食人族，不幸被食人族包围了。在千钧一发之际，他赶紧祷告：上帝，我完了，救救我啊！上帝的声音传下来：你还没完，快捡起你身旁的石头向酋长砸过去。石头打中酋长，酋长痛得哇哇大叫，巨人们更加愤怒。这时上帝的声音又传下来：这下你真的完了。